谢谢罗曼蒂康的办卡。这预言反正你们赢不了，是吗？那就送了，真的，我觉得早晚都得没。你看我那些鱼丸啊，我那些本来以前我送礼物就给鱼丸，你知道吧，我那是能有几好几百万呢，一把没，一把就没，真的一把就没，赶紧送了吧，还不如涨涨粉丝牌呢，真是。当然有觉得自己还可以的兄弟，我给你开一个预言啊，你也可以来玩一玩。嗯，赛恩，赛恩会不会偷野呀？防止赛恩偷野啊！我们看一看啊！谢谢唯爱西西的白玉，假装走了，其实不然，再回头，万一他又偷了啊！小心点，赛恩偷野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，还有三分钟开奖，现在是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你咋的呀你？啊，你咋的？赛恩是吧？赛恩，我给你一个 Q。赛恩，他学的啥呀？到底？赛恩，赛还走位啊！他学的 Q， 这 Q 为啥没中啊？不好杀呀，这玩意儿呢。谢谢颓废的某喵的办卡。我他妈给你换了得了，我直接给你换了得了，磨磨唧唧的，我从你这面前晃，哎呀晃。你别传送啊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蛤子死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包女要来打河蟹了。包女还走位，包女还走位，小包女。还有50秒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卡特是吧？卡特，还一波卡特！还有30秒开奖了啊！现在是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回上路，收我们这一大波兵。谢谢马哥哥的飞机。还有3秒钟开奖了啊，2秒钟，1秒钟。恭喜大鼻子露珠。你可别想躲在抠一下。回家了，这虚区不够，下波直接有大招把他杀了。哎，
这飞机前面还行，这怎么后面就拉了呢？来一个可血战斧，看我。现在差三分之一升级。他闪现没了，现在啊，他闪现没了，等着他。先把他放出来，别着急啊，这波先把他放出来，先假装不敢跟他打，把这炮车留着，我们先升级啊。一个兵，两个兵，三个兵，你赛恩是吧？赛恩，往他前面走。赛恩，我给你板斧，一吃我的斧子吧你。哎呦，传送，算了吧。那能算了吗？那这算不了啊！今天肯定是算不了。赛恩，赛恩什么？赛恩！你吃我的斧子！不行了，不换了。我们不是马。我们得回家了。怎么的呢，赛恩？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赛恩，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包女怎么的？包女好使啊！你让包女来，我看那包女，那包女敢过来吗？那包女，把他红给我打了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正好1700回家，可血战斧。行动吧，在这家里待着，我把你杀了，我告诉你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吃我塔皮，赛恩吃我塔皮！是不吃塔皮？吃塔皮是吧，赛恩？赛恩吃塔皮，吃塔皮，吃塔皮！我操你猴子！为什么包女敢扎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你今天把闪给我交了，你把你的闪现给我交了。行动吧！600秒一个，小伙子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啊，300秒。5分钟一个，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赛恩还敢回线呗？赛恩，啊，赛恩是不是要回线上？赛恩，敞开，燃
直到我斧子撇没了，跟我狂妄。嘿，我跟我狂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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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狂。差一点点，这有点诱我的。谢谢麦克车541的十个半卡。这得来个鞋呀，这我正要去。养一波猪主要是为了这个520爱你们。掠夺吧，11-11，没关系。猜眼儿，猜不猜？猜眼儿什么？赛眼，赛眼，猜眼儿，赛眼，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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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你跑得快。他怎么还冲中路猴去了呢？这我可管不了啊，这人没有驾照，这得交警来管。连地面也震撼了，我不打你吗？赛恩太幼了，这让我看看这赛恩，来赛恩，有跳弹吗？没有跳弹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赛恩，赛恩，赛恩，赛赛恩，还还狂妄亮牌，还亮不亮牌？让你亮牌，溜了溜了。终于有点乐子了，我这叫三速海。先把一血塔拿了，然后我们再来个红 buff， 哎，完美！哎呀，包女是吧？包女啊，包女，你不杀他呢？给我杀他！妈了个巴子的，还敢回头？还敢回头？回头！这头是你回的？干哈呢，卡特？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嗯？打击？算了，咬你一命啊，小伙子！我咬你一命，你不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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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命！操了，这卡特怎么又来了呢？来个板甲，他刚才体型太大了，我那跳弹打不着，哎，有点烦。下路这一波能不能打呢？我感觉可以打，跟我来，猴有大，这波可以打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，那有人管你们呢？啊？
小胖不要命是吧？小胖，小胖，这虚区有点高啊，这虚区有那么高吗？居然把我秒了，我没想到。我其实已经挺幼的了，你知道吧？来点魔抗吧，再加个蟹手，应该差不多。这边两条龙啊，还可以接受。这波我们决定来下路，这个小炮别活了啊！这小炮还有这卡特琳娜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掠夺吧！这是你们惹我的，我本不想这样。为什么非得要引我包女？为什么包女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卡特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我操！这卡特这虚区！哎呀，我这卡特，这卡特的虚区，这虚区有点高啊！哎呀，这包女太能跑了，这包女跑的确实有点快啊！直接踹他一脚，行动吧！我能让你跑了，卡特？人呢？What are you doing? How do you do? What's your name? Where are you going? 你猴哥可太脆了，你猴哥别往上上了。现在吧，我们得去担待去了，我发现。这不单带根本就打不赢的，这团战每一个打，他们老抱团的话，我们肯定是打不过啊。咋的呀？不去？我操！什么时候轮到小胖能往我脸上冲？气死我了！我还行，打得死。还有他奶奶的，这小胖往我脸上冲，我坚决是受不了。我们来点魔抗啊！我要好好玩了，我要去下路带了。关键他们来的太慢了，他来的慢。你快点来，那小胖往我脸上冲，直接把那小炮一杀，后边都是屁。你他奶奶的！我操你猴子！亮牌等着啊！我蓝林汉今天在此告诉你，小炮，这把你指定是赢不了啊！我不可能再让你们有这种打团战的机会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，还跟我俩还亮上牌了，还跟我俩。行啊，小炮，跟我亮牌。那这波先别着急啊，在这等来。我正要你跟我转。哎，我操了！哎。这没杀了，有点难受啊！这没拿杀了。
怎么能没杀了呢？我 E 没放吗？我就放 E 了呀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完了，这把够呛了，打不过了。哥了，简直了！这卡特，今天我不把这卡特杀了，真的！你跟我转，跟我转，跟我转，啊，跟我转，包女，包女，包女，这猴脆的怎么跟个籽儿一样啊？我天哪！哦呦！猴哥确实是有点脆了，还行，把卡特杀了，出个振奋，没事啊。这波包女如果再敢推，我们过来把包女杀了，别投降啊！哎呀，真是，哎呀，真是难玩。投什么降呢？高地都没掉呢，还投降？怎么投降了？为什么投降？操他妈，把这四个人都给他举报了，真令人生气。